还这么快吗？那活跃哥。 这个线还好，这个线。 肯定慢的，你不用想，包慢一点。 打野还在下路呢。
我发先锋嘛，这波能推中二塔。哎，他又吃一个700，上路二塔一个700，然后这个直播又一个700块钱。 对面也没红 buff 啊，按道理豹女娘的这个红 buff 大家应该都有啊，结果没有，是 bug 了还是什么？我以为是克烈拿了，然后豹女把克烈杀了，但对面，哎，为什么呢？ 奇怪，还是说有什么更新我没看到的？对，有什么更新点我没看到的，导致没有红 buff 啦？ 感谢飞翔的草莓三个七送的超粉卡，谢谢。非常感谢飞翔的草莓三个七送的超粉卡，谢谢感谢超粉卡。他打野刀没刷完，不可能吧？刚刚都不是啊，都他妈大龙都。